大家好，亲爱的爱多美家人们，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9月16号下午5点，热烈欢迎大家来参加此次爱多美美国中文线上研讨会。我是西雅图塔科马服务中心的钻石大师锦石，并非常荣幸可以担任这次会议的主持人。也非常感恩爱多美美国公司给我们机会举办中文线上研讨会。爱多美中文线上研讨会即将开始，在会议正式开始之前，为了会议顺利进行，请大家打开视频，然后请关闭左下角的静音功能，以免打扰我们讲师的演讲。还有，条件允许的话，请大家准备一个红色果冻，大家看见了吗？都有吗？好，非常感谢大家的合作，谢谢。爱多美所有的会议，不管是线上或线下，都是以 company motto 开始和结束。下面由我为大家示范一下如何朗读 company motto。当我说公司思训，预备的时候，请大家喊 yup，并同时举起右手。当我说开始，请大家和我一起朗读思训，珍爱灵魂，经营梦想。在喊经营梦想时，请同时举起右手，坚定信念，谦卑服务。在喊谦卑服务时，同时请举起右手。最后重复3次，加油，加油，加油。同样，请举起右手。好，那么让我们一起来朗读吧。大家准备好了吗？公司思训，预备，Yup，开始。珍爱灵魂，经营梦想，坚定信念，谦卑服务，加油，加油，加油！坚持树立正确原则的企业，以正确原则走向世界的企业，与顾客共同成长，以及共同分享的企业，我们是爱多美。爱多美自2009年成立以来不断成长，从2010年国际销售额高达1兆5000亿韩元，会员人数成功突破600万名，超越顾客感动，并把顾客的成功作为第一目标的爱多美，为此目标我们会继续努力。以合理价格来供应物美价廉的产品，爱多美的竞争力在于流通的本质。以绝对品质、绝对价格为付出努力，这就是爱多美创业以来连连实践的价值。保健品、美容、生活用品、食品、时装、家电等的所有产品里，都蕴含着绝对品质、绝对价格的产品哲学。基于这样的哲学，爱多美作为顾客的消费馆长，成为了消费者值得信赖而使用的爱多美。积累销售额突破1万亿韩元，连续5年位居同行业销售额首位的黑猫 King。上市后每年销售额超过1000亿韩元。Absolute Cell Active 护肤也成为另一个热销产品，以升级的材质和技术来又一重生的名牌化妆品 The Face，也反映了爱多美的产品哲学，深受消费者的喜爱。爱多美从2010年进军美国后，相继在亚洲、南美洲、大洋洲、欧洲等13个国家设立总公司，是一家有600万名会员的国际性企业。爱多美以每年坚持不懈的出口业绩，
在2019年获得了1亿美元出口大奖。另外，每年在世界各地举办2000次以上的研讨会，爱多美正经由建立一个全球性的通信平台，不断挖掘企业内在的潜力，未来将全球最大的直销市场中国以及印度、英国、德国、巴西、哥伦比亚等坚持准备总公司的开业，在全世界供求符合绝对质量、绝对价格的产品，通过爱多美全球销售网提供的 Global Sourcing、Global Sales， 正在展开 GSGS 战略。爱多美总部位于韩国中青南道公州市，总公司的建筑设计根据爱多美独特的业务方式，打破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将职员们发挥创意的空间。爱多美总部是全世界会员来访参加各种研讨会以及帮助会员取得成功的摇篮。公司举办研讨会，不管个人的能力如何，任何人都可以成功。爱多美成功系统是我们独有的成长动力。爱多美为了让合力公司能全力以赴保证产品质量，交货后1周内现金结算，运营资金无息支援共同品质管理系统，不惜各种支援，通过这些创造共同成长的良性循环文化。分享为企业必须要做的使命。爱多美为了社会成员的生活更加美好，公司、职员、合力社、会员都在一起实践分享文化。在全世界需要分享的地方，全球总公司融为一体进行分享，描绘出所有人的幸福。坚持原则以及创造新流通文化的企业，赢得世界人信赖并走向全球的企业，超越顾客感动以及实践顾客成功的企业，珍爱灵魂的企业，我们是引以自豪的爱多美。爱多美公司实现了10年的梦想，再次挑战100年的梦想。爱多美公司在全世界已经进入了14个国家，会员已超过1000000名。在爱多美，许多会员成为了固定的忠实消费者，以及改变了很多会员的生活模式。其中一些会员已经达到了成功的巅峰。爱多美公司以顾客成功为目标，带给所有热爱、喜爱爱多美的会员们帮助，改变人生，实现梦想。因疫情，爱多美线下的研讨会变成了线上研讨会。现在爱多美美国公司也有了4种语言的线上研讨会。通过爱多美线上研讨会，让大家更方便来了解和学习爱多美。所有研讨会大家都可以通过爱多美官网来查询。本次会议我们请到了纽约的钻石大师杰尼丁老师。那么下面请杰尼丁老师为我们讲解一下他是如何认识爱多美和如何经营爱多美事业的经验。有请钻石大师杰尼丁老师。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呢是个来自纽约 China Center 的钻石大师 Jenny。 那在这里呢，我非常感谢公司可以给我这个机会来做本次的研讨会。那首先呢，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吧。那在做爱多美之前呢，我是一个全职妈妈，我呢有一个12岁的女儿和一个4岁的儿子。那从前呢，我的生活呢基本就是围绕着我的小孩。
那虽然呢，我是没有工作方面的压力，但是呢，我经常会想，那我现在每天是陪伴小孩子的成长，那如果说有一天我的孩子们长大了，他们不再需要我的时候，那时候的我该去做些什么呢？那我也想过，那我可能去找一份工作吧。那等我儿子差不多18岁的时候呢，我自己应该差不多也50几岁了。那我想自己好像既没什么文凭，也没什么特殊的技能，英文呢也不是非常的好，所以我不知道到时候我自己该去做些什么。那对于我自己，我感觉未来是非常的迷茫。那2018年底的时候，我的推荐人 Annie 呢，她找了我，让我加入爱多美成为会员。那当时呢，我还不知道爱多美公司的任何背景和任何的产品，因为呢是免费的加会员，所以我很高兴的就加了一个会员，占了一个位置。但在我慢慢了解爱多美的过程中呢，我发现爱多美真的是有好多好多的魅力。那我第一次呢，我记得我大概呢是花了$150呢购买了爱多美的产品。当时我收到产品的时候呢，是整整是4个大箱子。因为以前呢我也购买过其他直销公司的产品，那在其他直销公司呢，我如果想买同样的4个大箱子的产品呢，至少是$1000这样。那当我体验过这些产品之后呢，我发现质量呢也是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呢应该是我对爱多美公司的第一印象。那2019年2月份的时候，我的推荐人呢他又找了我，他邀请我去参加了公司在 New Jersey 举办的成功学院。那在那里呢，我深刻的了解到了爱多美公司的文化与背景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那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参加成功学院的时候呢，全场的人数呢大概是在400人左右。那之后的每三个月一次的成功学院呢，我都有去参加的，而且呢我每次也大量的邀请伙伴们去参加。我发现每次去参加会议的人数呢是在大量的不断的倍增，直到疫情的最后一次呢，整个会场呢已经撤了所有的桌子，因为我们以前去的时候呢，前面十几排都放了桌子，最后一次我去的时候，除了第一排有桌子，其他的桌子都已经撤了。那由此可见呢，我发现就是爱多美在美国市场这个发展的速度是非常的快。那我呢是在第一次成功学院回来之后呢，我便决定要经营这份事业的。那当时呢，我是给了自己2年的时间，我想我的目标呢是希望2年之后呢，我可以成为这个自动型的销售大师。那我就觉得我自己很心满意足了，但是我也想过，即使呢我是花了2年的时间呢，我这个事情没有做成功，那这个事好像也伤不到我的人脉，那我用到了这么好的产品呢，也算是受益的。那我记得我刚开始做爱多美事业的时候，前半年呢，我的团队呢可以说只有我自己一个经营者，因为呢去年当时呢大家也知道有传中国市场呢4月1号会开放，后来呢因为某些原因呢迟迟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开放，所以我的好多伙伴呢都不是非常看好这个事业。当时呢虽然是有一些孤独，有时候也感到很失落，但是每当看到我的会员们跟朋友们用过我们爱多美的产品后给出的好评，让我呢更加有动力的坚持去经营这份事业。那很幸运，去年7月份的时候呢，我和我的好朋友建邦，他呢也是我爱多美事业最好的合作伙伴，那我们呢去到了韩国，参观了爱多美公司的总部以及科马工厂。那这次的韩国之行呢，让我发现爱多美公司的实力真的是不得了。回来之后呢，我们更加有信心的去经营这份事业了。那大家都知道，今年3月份疫情爆发之后呢，一般的传统行业呢都受到了大幅度的影响。那疫情期间呢，很多人都亏钱。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呢，毁了很多人命的同时呢，也毁了很多经济来源。因为这场大流行病毒宣告破产的企业，有多少员工被裁员呢？每天早上醒来，大家打开电视、电脑，都会看到市场上大量的裁员的报道。但大家每天打开微信、Facebook、抖音，却可以看到
爱多美大量免费注册会员的分享。那接下来的市场和经济呢，是没有最差，只有更差。那接下来的爱多美超市呢，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那4月1号爱多美中国市场呢，也正式开放了。那我的团队呢，在很短的时间呢，会员人数呢，整整比以前翻了一倍多。那么现在中国商城也正式开放，今年7月10号到7月底，短短22天的时间，在我们中国市场呢，就达到了3561位营销经理，也就是我们这边的销售大师。那在今年7月呢，我也成功顺利的挑战到了钻石大师。那在这里呢，我非常感谢我的上线们一路的指引和我一起努力的伙伴们。在爱多美呢，我真的是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团队的力量。我呢是一个非常普通也非常平凡的宝妈，我呢没有非常好的口才，也没有特别聪明的脑袋，但是在爱多美公司呢，却给了我像我这么平凡的人一个翻转人生的机会。在这里我相信，只要你肯投资时间，热爱产品，努力分享，在爱多美呢，不成功呢才是奇迹。我非常感恩可以遇见爱多美。那现在呢，我和我最好的两个朋友一起经营这个事业。我也很幸运，在经营事业的同时呢，我结识到了许许多多志同道合的事业伙伴。在经营事业的同时呢，我现在陪伴孩子的成长，每天呢生活也非常的忙碌，而这份忙碌呢让我觉得每天就很充实有意义。那在未来呢，我希望呢我可以帮助很多就跟我一样的全职妈妈们和那些想让自己和家人能过上更好生活的人们呢，可以通过爱多美的平台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么杰妮老师，刚才您讲到了疫情，现在因疫情有很多公司的业绩都下滑了，还有很多人丢失了自己的工作。在这个疫情期间，什么原因让您不动摇，坚定信念，经营梦想，坚持爱多美事业的呢？真的有好多好多的原因能让我坚定信念来经营这个事业。那首先呢，我来说说我的偶像，我们朴韩吉董事长吧。那他呢是三次荣登这个福布斯杂志财富杂志的封面人物。那每一个登上这个福布斯杂志的封面人物呢，都是在国际上具有非常影响力的大咖。那包括呢大家看到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还有微软的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还有那个香港的首富李嘉诚，特斯拉创始人马克思，乃至我们的股神巴菲特。那每一位呢都是商界的巨头。那我们爱多美呢，凭借实力超凡的全球一个系统，赢得了全球大量群众群体的追捧与信赖。那我们的董事长呢，可谓是这个商界的奇迹。那其次呢，爱多美在短短的十年，凭借改变直销负面历史，实现顾客成功的初心与誓言，也是从一无所有呢，到超过拥有60年历史的世界第一大直销公司安利，那成为韩国直销公司排名第一。那接下来这个呢，就是今年发布的2019年全球销售业绩，我们爱多美呢是排在这第11名，同时呢也被评选为前十大可持续成长的企业以及10亿美金俱乐部企业。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那前十名的公司呢都是比较老牌的直销公司，这些呢都需要加盟费还有每个月重销，只有我们爱多美公司呢是唯一一家最新的，而且以超市形式零投资的一家公司进入这个前15名。而这个排名呢也是我们爱多美还没有进入中国市场。那我相信呢，今年爱多美一定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那还有呢，许多人可能都以为我们爱多美只是卖韩国生产的产品，那就错了。那爱多美呢其实还有一个叫 GSGS 战略的。那 GSGS 战略呢，就是利用全球收集的符合最佳品质最优价格的产品，通过爱多美全球销售网进行销售。那凭借这个战略呢，我们会员呢就可以通过爱多美接触并购买之前从未认识到的地球上各个角落的平价奢华产品。那对于我这么喜欢买东西的人来说呢，成为爱多美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还有呢，股神巴菲特呢是曾经说过，如果说你没找到一个当你睡觉还能挣钱的办法，那你呢只有工作到死。那我们创业的本质呢，就都是想建立管道收入系统，那从而呢获得源源不断的管道收入。那么在我们爱多美中国市场开通后，我相信很多伙伴们都体验到了这个睡觉还能赚钱的感觉了吧。那我们爱多美网络超市呢，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全球营业。那您说我们是不是连睡觉也在赚钱呢？那现在呢，不管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是那些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呢，是不管怎么努力，他们依然靠着就是工资在生活。我们人生活呢，就是为了赚钱，而许多人呢，也是选择为别人工作赚取薪水，所以他们的生计呢，完全掌握在别人手中。一旦工作停了，就没有收入了。那这个世界上还有的人呢，是属于自由业者。那这些人呢，可能有某些专长，并且利用这些专长为自己赚钱，比如说医生啊，小吃摊的老板，然后还有计程车司机、厨师等等。那这一类人呢，可能收入呢是相对比较高，但是呢也都是有工作才有收入，没有工作的话就没有收入了。那企业家和投资者呢，通常本身呢都是已经非常有钱了，所以他们拿钱出来投资赚取其他收入，也就是俗话说的钱滚钱。那收入呢都是来自各种投资，工薪一族和企业自由业呢占了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但是他们的收入跟企业家投资者相比呢却占少数。但是如果你想要财富自由的人生，就要想办法摆脱工薪族和自由业，来到企业家和投资者这两个区域。虽然创业呢可能可以成功让你赚很多钱，但是相对的风险门槛也是相对比较高，非常多。那如果今天叫你去创业，你会想到的阻碍有哪些呢？没有钱，没有时间，没勇气。所以当一个人没有钱，没有文化的人想要创业，想要白手起家，来了解爱多美就对了。他只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去体验一个产品，然后将这种体验告诉身边的人，达成销售的目的。那爱多美真的是一个低风险高回报的事业。那我们加入爱多美呢，努力3到5年就可以让你增加满意的被动收入。温水煮青蛙的故事呢，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吧。那舒适圈呢，它是一种对现有的一切感觉适应、舒服，让人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环境。那在舒适圈的人呢，平凡、恐惧、安于现状。走出舒适圈呢，就好像马戏团的狮子，从舒适圈到所谓的恐惧区之间的这一步，就好像狮子跳火圈，一开始呢一定是畏惧的，犹如脚下呢有一道万丈深渊，尽管呢你一脚就可以迈过去了。那开始的第一步是最难的，也是一样的道理，因为面对的是完全陌生的环境，你不知道前方等待你的会是什么。那为了逃避去接受这种极大的不确定性，很多人的选择呢是不去开始，觉得现在也挺好的，就好像经营爱多美事业。那很多人呢没接触过直销，所以呢他们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完全拒绝。当你跟他分享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给你任何开口的机会。那人呢是有一种习惯呢，就是总喜欢在舒适熟悉的环境里待着。那这种舒适圈一旦建立了，你便会无比依赖。其实舒适区的本身呢是没有问题，就像我们的家一样，温暖舒适每个人都有。但是如果说家的力量太大了，你放弃了去外面看看的梦想，是挺可惜的。就像我们大家平时的工作，我们去上班，每天呢都有稳定的薪水来保障我们的生活。那很多人呢都选择安于现状，可是当你真的一咬牙走出了这个舒适圈，你一定是不会后悔的。原来外面的世界非常的精彩，虽然呢要经历痛苦，可能是失败，但是他们都不会让你的泪水白流。所以走出舒适圈意味着什么？勇气、财富、自由、信心，
还是也许有更多的可能。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做爱多美就好比这四个圈，我们首先呢要跳出我们的舒适圈，进入恐惧圈。也许呢我们会被人泼冷水，让你缺乏自信，但是当我们通过爱多美系统的学习，让我们坚定信念，勇敢地接受自我挑战，那有一天呢你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现自己成长了。那在这里我要非常感谢我的中心长星光大师 Sarah 金。在做爱多美之前呢，我其实是一个蛮内向的人，我从来都没想过我自己会讲课，也没想过还会带团队。那我非常感谢我的中心长一次又一次的给我机会，让我在这里锻炼自己，给我成长的机会，真的非常感谢，谢谢你 Sarah 金。那我们还有一个让我坚定信念的，就是这个，就我们爱多美的朴韩吉董事长呢曾经说过，我的一生的梦想呢是让世人脱离贫困，我从来呢不会想着利用爱多美的会员来壮大公司规模，我希望我们公司的每可以成为每一位会员的同伴者，可以获得幸福生活的基石。这呢是多么伟大的理念呀。爱多美十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帮助无数弱势群体和贫困人士，不仅无数 平凡人通过爱多美事业获得人生的成功，而且许多不相关的人士也通过爱多美得到了大力资助。跨越国家、民族、宗教，爱多美呢为世人和社会带来了无限光明与希望。那么这些呢都是我在爱多美进入系统后慢慢学习感受到的。我们经营爱多美呢，它不光是做一份事业，大家呢可以在通过学习爱多美的社训、三大文化和成功八部曲的过程中学到更多关于人文与哲学方面的知识。所以可以遇见爱多美，看懂爱多美，真的是我们每一位爱多美人人生当中一笔巨大的财富。上段时间在爱多美美国市场上架了两款新产品，杰尼导师，请您为我们详细介绍这两款产品可以吗？好的，主持人。那我们爱多美呢有着这么优秀的文化，那大家肯定也特别想了解我们爱多美的产品吧。那爱多美的产品呢，我自己呢是几乎是用一款爱一款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没办法给大家一一的讲解。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美国官网上架不久的两款产品。那首先呢，是我们这款男士四合一。大家呢都知道，男生呢一般都没有保养皮肤的习惯，但是如果呢只需要一支产品就可以搞定保养，你说好不好呢？那这款专为男士设计的全方位保养品，它呢集化妆水、精华液、乳液、营养霜的保养品。你呢不再需要那些瓶瓶罐罐呢，就可以完整的护肤。那这款产品呢，它有三个功效。那首先功效一呢，它快速补水技术，使肌肤迅速吸收水分，含丰富水分的蓝色保湿凝胶和滋养肌肤的白色亮白乳霜所组成的全效精华，通过快速补水技术，使干燥肌肤快速吸收精华，调理肌肤油水平衡，清新不黏腻的感受，打造光滑弹性的活力肌肤。那功效二呢，增强免肌肤活力，舒缓不适的草本配方，将这些当日采集后进行加工萃取的六种天然植物制成的符合草本舒缓配方，那分别呢是大家看到的这些积雪草、鱼腥草、茴香、罗勒、洋甘菊和药鼠葵，结合超级保湿技术，使肌肤上形成完美的保护膜，能够舒缓刮胡子后引起的不适感，给我们的肌肤疲劳带来满满的活力。那它的功效三呢，它兼具这种亮白肌肤、抚平细纹的双重机能。那这种机能呢是取自天然植物的亮白抚纹成分，那让我们的肌肤毫无负担。那我建议男士们用完我们的洗面奶之后呢，可以喷上我们的另一款产品叫月桂水，再抹上这个男士四合一，
这样呢就可以达到亮白紧实瘦小脸的效果，那男生们看起来就又年轻又有活力，真的是非常有面子。那有人问用一支很方便，那女生可以用吗？那其实男生跟女生的皮肤构造是不同的，那男生的皮肤呢属于油脂比较旺盛，水分也比较少，再来呢男生的表皮也比我们女生厚，没有保养好的话也是容易产生皱纹的。简单的来说，男生的保养呢重点是在于保湿、油水平衡以及纹理管理。男士保养呢追求越简单越好，而我们这款爱多美男士四合一呢，它一支呢就可以达到这个保湿、美白、抗皱、修复于一身，重点呢真的是非常清爽，真的是大家可以买一支来试一下。这个价钱呢在我们美国官网呢是$23加税，非常实惠。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的产品呢是我们这款红参果冻。那爱多美呢之前有一款叫红参丹的产品非常受大家的欢迎，那这次呢公司有了非常贴心的升级之作，推出了这个果冻系列的红参丹。那人参呢大家都知道是大自然送给人类的最大礼物，那千百年来呢人类的为人类的健康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那红参呢就是人参的一种。爱多美红参果冻呢经过人体试验是被韩国食药厅认为健康功能食品。红参呢对人体有什么好处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它是可以抑制健脑，也可以增强我们的记忆力，提高脑力工作者的能力。另外呢还有镇痛作用，对身体各种镇痛症状呢都有所帮助。那么它也可以抗癌防癌，红参皂苷的成分呢可以抑制多种癌细胞的增殖活性，也可以抑制癌细胞的转移，那么也可以控制糖尿病。红参呢含有促进胰岛素的分泌，那么人参皂苷呢能够改善高血糖，有效的抑制糖尿病的发生，也可以健肝。红参成分呢有抗肝炎的活性，也具有解毒保护肝脏，促进肝再生，还可以调节血压，具有扩张血管的作用。那么改善血压的循环，皂苷成分呢促进血管内细胞释放一氧化钛，可达到降血压的作用。那么呢也可以抗疲劳，恢复体力，提高运动力，提高抗压能力，维持机体稳定性，也可以改善女性的更年期，改善男性的性功能障碍，抗氧化，抗衰老，所以对我们人类呢都有非常多的好处。那它适合什么人呢？一般呢中老年人呢是比较需要的，那对于我们身体比较衰弱的人，一些体质寒虚，手脚冰冷，气血不足，女性产后气血流失，大病，经常躺床后手脚无力，脾胃不好，胃口差的人。那有人问为什么我们要选择红参而不是西洋参呢？那如果说体质是寒底和平和的人，西洋参吃多了呢是会头晕的。那红参呢有一个大补元气的效果，人体呢是靠气去推动不同的肝脏功能。那气呢对于人来说呢就像手机要插电一样，如果电不够的话，肝、心、脾、肺、肾等功能呢也会受到影响。那红参呢是主要补肺和健脾的功效。那肺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说你说话平时说话有气无力，那吃了红参后呢您的声线呢就会变得响亮。那如果说你有鼻敏感、气管敏感、哮喘，容易气喘、气管炎、慢阻肺病、吸烟咳嗽，这些呢都是由于肺气不足、肺气虚引起的，所以吃红参呢可以改善这些症状。那如果说你肺气充足，你就不会受到那些风寒的侵袭。那和脾有什么关系呢？脾呢是主肌肉，如果你脾胃健运呢就可以有效的将食物的营养运送到肌肉，所以您脾虚那就会少肌肉，少肌肉的人呢要么就过瘦，要么就过胖。那吃红参呢就可以健脾行气，令我们的身体的湿气排走，那您多余的重量呢就会减少，
那整个人呢就会感觉很轻盈，觉得有精神，手脚的话也不会感觉那么冰冷，而这些呢是很快是可以感觉到的。那另外健胃不运化呢就会不想吃东西，通过红参补气血之后呢，脾有所改善后，人的胃口呢就会变好，四肢呢就会有力。那还有的就是我们上班族身体呢是比较疲劳，也会比较需要这些，那经常有应酬喝酒的人或者是晚睡的人，那这样的人呢也需要吃红参。那最重要的呢，红参可以增强体力。那我们过年过节呢，红参也是我们送礼的最佳选择。那这款红参的主要成分呢是有这个新鲜红参用水蒸气蒸过晾干后变为棕红色，并产生对人体有益的非活性人参皂苷，因其非活性酵素呢也是可以长期保管。那里面的皂苷成分呢是 5.5 克，小孩子呢也是可以服用的。那红参的功效呢是大家众所周知的，这个提高免疫力，抑制血小板凝集，改善血液流动，抗酸化，增强和提高记忆力，还有呢就是可以改善疲劳。而且我们这款红参果冻呢还有其他成分，新鲜果酱啊，醋栗啊，枸杞啊，然后它呢是不含白糖和糖浆，而且使用低聚糖和木糖醇，它的口感呢像年糕一样，就是挺黏滑的，大家呢可以柔和的品尝这个红参的味道。那没有疾病的人呢，为了提高免疫力补养身体预防疾病呢，也可以适当的吃一下红参。那我想今天坐在电脑前面的伙伴们，有些人呢可能今天上了一天的班，妈妈们呢可能也干了一天的活，那大家应该有些疲惫了，那我们一起来吃一条红参果冻来提提神好吗？好的好的，我们大家一起吃，请大家打开红参果冻。真的非常好吃。那锦诗你觉得味道怎么样？爱多美红参果冻，红参的味道非常的浓，但又不是那么苦，有点甜甜的口感，因此容易食用。我个人非常喜欢吃果冻，自从爱多美红参果冻上市后，我就不去超市购买果冻了，以爱多美红参果冻当做零食吃，一边满足我的小馋嘴，一边增强免疫力，一举两得。是啊，这款红参果冻真的是又方便又好吃。那今天晚上没有吃上的伙伴们，待会儿你们开完会一定要赶紧上官网去订一个回来吃一下，真的是好想一直在吃。是的，爱多美产品以优品良价模式提供给会员，那么通过使用爱多美产品，会员们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好处呢？下面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爱多美奖金制度可以吗？好的，主持人，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爱多美的奖金制度。那么爱多美呢其实呢就是一个大型的会员制网络购物平台，2009年在韩国成立的，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是11年了。那我们公司的产品大部分呢都是以绿色环保，以生活必需品为主，产品的项目呢包含了保健品、护肤品、个人护理用品、生活用品以及食品。那目前在韩国官网的产品呢至少是500种以上，那未来的中国官网计划是听说是至少会有10万种商品。那所以说我们爱多美产品种类是非常广泛，不管男女老少呢都可以在我们爱多美平台买到自己喜欢的产品。美国官网的产品呢虽然不像韩国官网那么多，但是我们公司呢也会每隔两三个月都会有新产品上架。那我相信只要我们美国的爱多美会员越来越多，美国产品上架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的，这是我们每个美国爱多美会员所期待的。
那爱多美呢，秉持绝对品质、绝对价格的策略，这个呢就是绝对把绝对优良产品的产品以绝对低廉价格提供给我们消费者。那所谓的大众精品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卖的是物美价廉的生活必需品，所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可以用得到的，就像牙膏、牙刷。那如果说物美价廉的生活必需品是不是我们每一位都需要呢？那今天呢，我们把品质和价格都做到别人不能超越的时候，我们来经营这份事业，是不是我们有很大的优势呢？所以用了就省钱，回购率呢非常的高。我们在推广爱多美生活必需品的时候，大家成功的几率也是非常非常的高。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爱多美强大的公司背景。爱多美呢，主要呢是销售科马 BNH 专门制造的一些产品。那么 BNH 背后的两大股东呢，分别是韩国科马跟韩国原子力研究院。那韩国科马呢已成立25年，美国科马呢是百年企业，那上市公司拥有了16000多项专利技术以及20000多项产品配方。它呢是一个专门以研发制造为主，那它的一个专利配方加上它的这个纳米技术，也是帮全球500强的一些品牌做代工，包括我们众所周知的 Chanel、 兰蔻、雅诗兰黛、资生堂、 SK2、等等，我相信这些品牌大家都应该有听过。那么韩国原子力研究院呢，是目前全球第二大研究所，它呢拥有1300名世界级科学家、4000多人所组成的专业团队，它仅次于 NASA 的太空总署，专门以技术投资这个部分。它呢是韩国政府所出资的，所以爱多美呢是目前唯一一家有政府背景的直销公司了。产品的背景和研发制造呢，来自于一个这么强大的两大系统，所以说透过这个 BNH 所生产制造，全部都是交给我们爱多美永久独卖。那么接下来大家看到的是爱多美一个 ID 呢，可以全球通用的，目前在全球已开通了16个国家和地区。那么今年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开通了全球人口最大的国家中国和印度，那这个说明呢，我们爱多美呢即将进入所谓的爆发期。目前爱多美公司呢业绩是以30%到40%的速度在稳定的成长，那预计在未来呢它会进入全球80几个国家。所以目前已经加入爱多美的会员们，现在我们经营爱多美的时间呢还算是比较早期的。我们公司呢会以每年2到3个国家的速度开通，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的把握这个这么好的市场先机。那怎样才能成为爱多美会员呢？成为爱多美会员呢是不需要会员费的，没有年费、月费，也没有后台管理费，也没有每个月自动出货，那我们自由消费，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压力，和你一般去超市购物一样，你想买什么就什么，一年呢只需要消费一次就可以维持你整年的会员资格。而且这一次消费呢也没有限额，你可以买一盒牙刷也可以。所以爱多美会员呢，大家加入之后呢基本是没有任何理由需要去退出的。那我们的组织结构呢是属于一个双轨制，那双轨制呢也就是每个人都有左右两边，左边呢放第一个人，右边放第二个人，之后多的人呢只能往下放，会产生左和右下线。左线和右下线的人呢你不一定都是你认识的，因为有些人是你上线推荐的往下放，或者你下线的会员伙伴往下放，以此类推。那无限代累积呢，就是只要是你左右往下的会员的积分 PV 呢全部会往上累积，不管是100代还是1000代，那他们的消费呢都是和我们无限代有关系的。那再来呢就属于一个 ID 全球经营，也就是所谓的跨国连线。那我们呢只需要注册一个爱多美账户就可以经营这个全球性的生意。那就像我今天居住在美国，那我们美国的话本来就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
那我们呢会比其他国家的会员有更多的优势，所以我们大家是非常幸运。那将来我们会员遍布全球的几率呢会比其他国家的人高许多。那我们爱多美的每一款产品呢都有它相应的积分。那像我们公司的主打产品蜂蜜饮，它的会员价呢是$92，那您购买之后呢，公司呢还会送你这个54600的积分。那还有另一个主打产品逆龄六件组，它的积分呢是130000。那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的产品呢都是价格少点数高，那换句话说呢，我们在累积这些 PV 的过程中其实是非常快的。那这些积分呢可以说是我们领取奖金的一种依据。那我们的积分呢有分这个个人积分和左右两区的积分。我们积分的一个业绩的保留状态呢，个人积分是不限时间，终身有效，永不归零。只要你购买产品 PV 点数就累积到个人，没有责任额也没有重销压力，大家想买就买，好用再买，用完再买就可以了，是完全自由的。那团队积分呢，只要是小编未满300000，无限期的保留。所谓无限期的保留呢，就是一直保留到您对碰为止。那我们这个制度里呢还有一个非常棒的设计，就是这个封顶制度。那这边上面呢有一个$50,000的收入，那这个呢是最保守的出估，目前走到封顶的成功人士呢是每月可以拿到$100,000，我听说。那大家想一年将近$600,000的收入，那我们现在一般去外面找工作，不管什么工作，如果说你想要一年赚$600,000呢，你要做多少年才能做到这个职位？而有些人呢，可能一辈子都不可能有机会去赚到这样一个收入。那我们董事长创造这样的一个奖金制度呢，他就是要创造无数个百万富翁，而不是少数的千万富翁。那其实爱多美只要努力了，是没有所谓的失败者。不放弃，成功不是奇迹，不成功呢才是奇迹。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公司的支付系统，通常呢都是在金字塔顶端的人领走大部分的钱，这个是其他公司的，而那些刚起步的人呢只是赚取很少的钱。所以当我们跟一些朋友谈直销，然后他们可能会就是非常反感，觉得直销都是骗人的。那我们爱多美的封顶制度呢，董事长在设定的时候是将这个金字塔顶端产生出来钱返还给最底下的消费者，或者是最初期的经营的伙伴们。这个呢就是跟其他公司设计最大的差异。生老病死呢是大自然的规律，那假如我们百年之后离开这个星球，我们能给孩子和亲人留下什么呢？在爱多美呢，你只需要留下一个 ID 号就可以了。爱多美是可以传承三代的，它呢是我们给家里人最好的传家宝，最好的遗产和最好的礼物。只要我们把爱多美做好了，未来不仅是自己可以在爱多美收益，我们的孩子呢也会得到庇护。这个呢就是我们在爱多美奋斗的理由。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这个对碰奖金。公司呢拿了全球业绩的 70%， PV 里的 44% 来作为这个对碰奖金。那我们的个人业绩呢，从10000、30000、70000、150000、240000分为五个会员等级。那这个会员等级呢是不分时间去做累积的，您呢可以慢慢累积到这个240000。那刚刚加入的会员呢，当您的个人业绩达到10000 PV 的时候呢，你就有资格可以去累积两边团队的业绩。那我们的牙刷呢是5000 PV， 税后差不多是$10，就是说爱多美呢，你只要花$20就有资格去累积两边团队的业绩。但是随着自己的爱用和团队的扩大，那我们所领取的分红当然也会越来越多。那当我们个人业绩达到300000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成为经销商了。个人业绩300000点，小编达到300000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拿到一个15点的对碰，大概呢是$60左右。
那随着个人积分越来越多，我们团队越来越大，那个人业绩达到70万的时候，小编业绩达到70万，那我们拿到的奖金呢是120美金左右。接着呢就是个人积分150万，小编积分达到150万，你就可以拿到240美金左右的奖金。最后呢是个人积分240万 PV。那这个会员等级呢也是我们所有会员等级里最高的了。但是随着团队的壮大，公司对我们的个人积分呢没有更大的要求。那接下来的对碰呢有240万、600万、2000万和5000万封顶。那5000万呢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5000万封顶呢就是说你一天最高拿到的对碰奖金呢是1200美金。那我们的奖金呢是属于日结周领。最简单的讲法呢就是每天计算左右 PV， 累积到奖金后呢归零，重新再累积。那有可能呢是天天领奖金，也有可能是隔几天领，甚至是更久才领。那完全呢是依据您组织的发展，这个呢是需要时间去做慢慢累积的。那再来呢给大家讲第二个奖金，就是我们所说的领导贡献奖。那这里呢是有 20%，公司呢拿其中的 10% 分给我们的销售大师，因为董事长认为就是说我们的销售大师是最辛苦的，因为在架构的初期呢可能看不到什么收入，所以他把这差不多一半的这个比例的奖金分给我们这个销售大师，然后其他的六个级别呢是按不等的比例分配。那大家肯定很想知道如何才能达成我们这个销售大师。那想做销售大师呢需要个人业绩是70万 PV， 挑战周期呢是每个月的1到15号或者是16号到月末作为一个考核周期，您呢可以选择上半个月或者下半个月，左右两边的业绩呢各达到250万的 PV， 您就成功挑战到这个销售大师。首次挑战成功呢您可以拿到进阶奖品一套五件组、一套清洁四件组和一盒当归蜂蜜饮。那这些奖品呢都是在第一次挑战成功发放的。那达到第一个级别销售大师呢在爱多美是非常重要的阶段哦。持续维持销售大师的会员呢会被称为这个自动型的销售大师，可以说是踏进了成功的大门。第二个级别钻石大师，钻石大师的个人积分要求呢是150万，那同样是每个月1到15号或者16号到月末的考核周期，左右两边呢各要培养两位销售大师，所以左边两个右边两个，不管你认不认识，只要左右两边各产生两个，您就是钻石大师。那首次挑战成功呢，除了刚才奖励销售大师的三样产品奖品，你另外呢还会得到一部价值650美金的手提电脑。第三个级别玫瑰大师，个人积分要求呢是240万 PV， 那同样是1到15号或者16号到月末考核周期，左右两边呢要各培养两位钻石大师。那从玫瑰大师开始呢我们就会有这个现金奖励了，玫瑰大师的进阶奖品呢将会是2张4天3夜的国外旅游券和2000美金的现金奖励。第四个级别星光大师，那星光大师呢是有一些特别，就是想要挑战星光大师呢您必须自己先维持3次玫瑰大师，那第四次呢才可以挑战星光大师，这个呢大家要特别记一下。那个人积分要求呢是240万，同样是1到15号或者16号到月末的考核周期，左右两边呢各培养两位玫瑰大师，进阶奖品呢是4张4天3夜的旅游券，现金奖励呢是10000美金。第五个级别皇家大师，一样本人维持3次星光大师，个人积分的要求是240万 PV， 同样是1到15号或者是16号到月末的考核周期，左右两边呢培养两位星光大师，进阶奖品呢是4张11天10夜的欧洲旅游券，现金奖励呢这次是50000美金。那公司呢还会帮你租一部豪华车，还会给你一个
2000块钱的现金卡，啊，这个现金卡呢，你当月是一定要刷完的，因为你不刷完，公司是不会把你保留到下个月。那第六个级别呢，是皇冠大师，个人积分要求还是240万 PV， 同样的考核周期，那左右两边呢，要培养两位皇家大师。进阶奖品呢是4张11天10夜的欧洲旅游券，那现金奖励呢是整整30万美金哦。那公司呢还会给你一部豪华车，每个月现金卡呢是5000美金。最后是我们这个尊皇大师，个人积分要求呢还是240万，同样的考核周期，那左右两边呢是要培养两位皇家大师。那进阶奖品呢是4张11天10夜的旅游券，现金奖励呢是100万美金，公司呢还会送你豪华车、一个司机、100平方的办公室和一个秘书。那每月的现金卡呢是10000美金。那以上呢是我们爱多美的奖金制度。那如果大家还有不明白呢，可以找你的推荐人，我相信他们会给你满意的答案。哇，好精彩呀！通过您的讲解，我们了解了爱多美奖金制度，以及最高级别是尊王大师。那么有什么方法或者有什么系统，让我们绝不动摇，坚定信念，直到我们达到尊王大师或可以实现我们梦想为止呢？那想要在爱多美取得成功呢，其实并不是非常难，因为我们有最完善的成功系统。就像每周的小组会议，每月一次的研讨会，就是今天这个会议，以及每3个月一次的成功学院。那疫情之后呢，这些会议都已经改成网上进行了，所以大家现在呢可以足不出户，在家就可以学习如何经营爱多美事业了。那经营爱多美呢是无关个人能力，个人口才不好的也是可以成功的，只要您跟着成功系统，有3大成功系统和有能力的会员协助您和您的伙伴坚定信念，直到成功的那一天为止。那爱多美呢是日常消费，也是一种事业，那它是时代的趋势，也是时代唯一的一次机会，那可以改变人生命运的一把成功梯子。您呢只要经营3到5年呢，就可以让你晚年无忧，也可以让你有个富裕的人生。那我希望有新伙伴呢可以通过今天的会议可以看懂爱多美，然后跟我们一起努力打拼几年，都可以在爱多美呢可以收获一个健康、美丽、富裕的人生。那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在顶峰相见。那我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聆听，谢谢大家。谢谢，再次感谢杰尼丁老师这次会议的精彩演讲。通过今天杰尼丁老师的演讲，相信在座的爱多美家人们对爱多美公司以及爱多美事业更有信心了，对吧？下面跟大家分享一下公司公告。 New Product， 9月初美国市场上市了 AC Export System Set， 是祛痘4件套，是 AC Care Special Set 的升级版，里面还有针对祛痘肌肤的洗面奶，非常的棒，大家一定要试一试哦。还有即将上市的是 Plant Calcium， 非常期待这款产品尽快上市，大家一定要准备好哦。好，今天的爱多美中文线上会议接近尾声了。爱多美的会议都是以公司私讯开始和结束，让我们以公司私讯结束吧。那么让我们一起朗读好吗？大家准备好了吗？公司私讯预备 Yup， 开始。珍爱灵魂，经营梦想，坚定信念，谦卑服务，加油加油加油，谢谢大家，晚安。